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平安。这很高兴啊，这个刚刚听那个牧师讲说，我们今天是学生的好好的开始啊，所以我们人数好像少了一些，但也可能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神特别派了很多新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里面啊，所以让我们今天会场人数也没有减少很多。那这个开头可能想说，怎么你又站在这里了？今天我们那个吴长老不是好好的站在那边吗？上一次是那个代班，那这次我们是对调的，所以我变轮班。那那个开头那个讲一下我的心里的一些想法。其实我很紧张啊，我真的很紧张。我们中文常说这个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对不对？那但你没有错了，我从传道开始，不是从传道开始，我从悟道开始啊。我确实在台下做了超过十年以上，但这代表也不代表说我就是个站在这里。每次看到 Jeff 在台上，那可能依然是的很淡定的那种表现嘛。Jeff 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新朋友不知道 ，Jeff 请举手一下。那其他人都知道，就上礼拜带台上带敬拜赞美那一位年轻人。但我这个怀疑啊，他一定是谎报年龄。因为以他在台上的功力哦，那绝对是二三十年了，我也没办法有那样的表现啊。那我只希望就是说，我都以他为我的目标。那在这边就是说，我想请问各位，你准备好你的心来朝见神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知道有人没准备好，我要提示一下，你有带手机来吗？有啊。你关机了吗？关了。因为这时候我们在神的圣所里面，我们要听到什么？来自天上神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是。当然我知道你一定心里担心，因为你可能在等着一种很重要的电话，那就请你转到静音或是震动，要不然就请你转到飞行模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翱翔在神的大爱当中。接下来请我们就以这一首让赞美归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。在诗篇的最后一篇诗人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还有气息的要来赞美他。在这美丽的诗歌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你，把这些记录他的门。每句都爱你，记不掉无奈的话。
好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没有错。我们每一个人碰到好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会感谢赞美主。那万一你碰到不好事情的时候呢？哈利路亚。这里面可能新朋友，如果你还不认识主的人，或者是慕道友，你还不很了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什么时候？你可能不理解，为什么说今天我碰到不好事情的时候，我还要感谢赞美主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好事情都是神在成就我们。我们说行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那但是今天我们碰到不好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对神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里面，神他都必与我们同在。而且今天我们所碰到那些不好事情，我们都知道说今天是神他在磨练我，他要操练我，因为他都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唯有靠神，他随时来，偶尔用这些操练磨练，让我们能够渐趋完美。那所以当我们在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人就放下我们心中的骄傲，我们就会谦卑在主面前。所以我想说，希望让我们都能够时常心存感恩的心，让我们在思想神他在给我们无比的大爱，给他恩典的时候，我希望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不止我们自己彼此的分享而已，我们要让他能满溢流出到世界外面各个角落去，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。
这首，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里面，如果不是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你有身体不适，或者你不适合久站，你今晚坐下来。因为我们只要是敞开我们的心怀，我们用真心诚意来敬拜神，无论你是坐在那里，无论你是站在那里，就算你是躺在那里、趴在那里，都没有问题。因为只要是我们是真心诚意的，神他都能够鉴察我们的心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属神的人，我们的生命气息给予的是我，给予我们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他。无论我们生命的长短，我们都知道神他对我们都有计划，所以我们一生我们都要来定睛仰望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要摆在主那里。让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作为，我们都能够在主的他的意念当中，就让我们随时心存感恩，让我们在所作所为，我们所思所想，我们全然是为了我们的主。我们只求让我们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唱这首《全然为你》。
是的，只要我们将我们的心，我们完全摆上，完全交托，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必然能够得神心意。我们知道神是灵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要一生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他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他所给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用我们的全身全能，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去敬拜我们的神。耶稣，圣洁的你，天主，感谢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和深，太阳光如秋天边。敬拜赞美能够和神一致的心，亲爱的天父，在这里我们想恳求你，我们弟兄姐妹们齐心合意的来恳求你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，你就会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，
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些人他们身体有软，心里有软弱，他们身体有病痛，无论是在我会场当中，或在家中，或在海外，主啊，恳求您以您那无比慈爱的爱，还有您大能的手，恳求您就能够亲自医治他们身心灵的痛苦，挪去他们心中的伤痛，也恳求您的安慰，您的医治，您的平安，就能够亲自临到他们个人身上以及他周围的家人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恳求你也能破碎我们的心，也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充满，也恳求你让圣灵能够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今天讲台讯息，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您的一切真理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让我们在属世的生活中，我们不受外界的引诱，不受任何的试探，我们能够坚守在主你的正道之中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自己不配，都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坐。